大家好，我是 AB 啦，我是麦迪米的我又来到南部这里了，这里就是高雄的美浓，好像是第一次来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一直都有听说美浓这边有花海，每年都有，所以呢，今年新的一年，我选择带大家去的第一个旅游景点就是这里啦。这么辽阔的花海，好像有六大区吧，然后这个区域呢就叫茶亭花区，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花呢就是百日草跟大的波斯菊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花期也比较短，只有一月初到一月底就没了，所以看到这一部影片的你们可能就只剩一个礼拜可以看，所以赶快来美浓这里看花海。来走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花区呢，其实它有一个主题，就是这一站幸福。你会看到这里真的超级辽阔，而且还会有一些装置艺术。我常常就会说，在台湾有些人的家旁边就是花海，你看后面的平房窗户看出来就是这么大片花海，你不觉得很幸福吗？去那边拍照。带大家来到这个花县美浓的第二个区，这个区呢叫奇美花区。看着我后面的花海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哦，好像跟平常的没什么两样。但是其实呢，如果有空拍机的朋友，从上面俯视看下来，就会发现它有很可爱的图腾，有兔子啊，然后有美浓的字样啊，也有2023年的字样啊。然后它的主题呢叫做 Go To。美浓赏花趣图腾，今年是兔年嘛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赚钱赚到吐出来。身后的花呢，好像都是百日草，然后有橘色，有白色，有深红色，有很亮的桃红，也有粉红色。大家认住这个招牌美浓庄，哒啦！来到美浓这里呢，你们应该知道这里是客家人口非常多的一个地方，除了这里有很多客家文化以外，当然一定要吃美食。这一次我来吃呢，就是选择了他们的套餐，在我面前非常丰富哦，也是主厨自己使用了美浓在地的食材研发出来的菜色。这一盘呢，就是一个人套餐的前菜。这里主菜选择呢有四大样，然后它搭配的汤呢其实是每日的例汤，所以你可能每次来都不一样。当然你的主食不是只有饭可以选，你还可以选客家板条。然后每一个套餐呢，它除了有饭以外还会附一个红豆汤，一个套餐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再加前菜。这个套餐吃完之后还有甜点呢，这个是岐山的招牌清冰。重点是你知道吗，这个套餐来到这里它的价钱只需要300出头，是不是很划算，而且是非常精致的料理哦。所以这个地方美浓庄介绍给你们，好饱哦。现在太阳也太大，大到我张不开眼睛，但是同时也是对向日葵最好的时间。这个花区呢就是德兴花区，那其实从刚刚的花区过来这边呢没有很近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开车或是有包车的话才比较好到这个美浓花区。然后这个德兴花区呢，大家可以认住我后面这个牌楼。然后这整个花的区域呢都是向日葵，只要是面向阳光的角度，你只要站着都可以美美的拍照。好大朵，那边有个超大朵的，超多蜜蜂的，你看。
来到今天的第四个花区，如果去年已经有来过美浓花海的你，这个地方你应该没有来过，因为这是今年新增的金瓜寮花区。我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原本是个萝卜田耶，因为现在是冬天，冬藏的时候就休耕，为了让土壤变得肥沃，所以就种这些，然后之后花季结束了可以让土壤有养分这样子。我现在才知道耶。不过来到这里呢，也是有超级多不同颜色的百日草可以看。要在这边提醒大家，如果想要来看花海的朋友，记得不要随便践踏它们，因为其余的人也需要观赏，所以就尽量避免，不要踩到，让之后的人来拍照也可以像现在那么茂盛。有看到我后面的夕阳了吗？这里呢就是湖畔花区，是今天最后一个行程，最后一个花区。那这里为什么会叫湖畔花区呢？因为这里旁边就是我们的美浓湖，再搭上身后这个幸福魔法屋。今年的美浓花海呢也搭配了非常多装置艺术，你们赶快在一月底之前来拍照打卡，还有跟你的家人朋友，如果过年的时候想要出去走走啊，欢迎来到高雄美浓这个地方，有非常多漂亮的花等着你们来拍照，千万不要错过今年的美浓花海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部影片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可以帮我分享出去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加多美浓老街一日游的推荐，欢迎看看下方资讯栏哦。录完了，跟大家说拜拜。